Max， 我知道什么是温差萃取功法了。就是高温凝香低温试韵，用不同的温度萃取不同茶精华。Emily 跟我说的。你家那个小猫偷问我什么是温差萃取功法呀？问你什么事？就好温暖。其实简单的说，就是好喝。也是啊，黑松茶寻味，真是耐人寻味啊。Baby， 你骗我。啊？你跟 James 说温差萃取功法是高温凝香低温试韵，用不同温度萃取不同茶的精华。没有啊，我跟他说这是好喝啊。他说你跟他说高温凝香低温试韵，用不同的温度萃取不。我的确是这样说的，那不就是好喝吗？你承认了吧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要骗你啊！高温凝香低温试韵用不同温度。果然好喝没那么简单。黑松茶寻味，真是耐人寻味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